修竹哥，哎，你的充电器？都忙晕了，刚还在找呢。那是，监工辛苦，觉都睡饱了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画的我那张画？就昨天晚上随手画的。画了也是告诉我，我还以为你只画了一张海报，刚刚弄了个乌龙。没什么误会吧？那倒没有。昨天看你睡觉的样子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认识了那么久，我都没有给你画过衣服画。不过呢，记得啊，不管再累也要好好睡觉。哎，谢了啊。 你谢他干嘛？哦，你们海报的创意就是他的点子。啊。 我就说修竹哥怎么这么快就给他项目的灵魂，原来是有外援啊！费心了。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哪，还知道他车牌号？昨天门铃是你按的吧？你有完没？哦，推广的事情你有想法吗？ 不过现在钱确实是太少了，再找人画画呗。他喜欢你，什么忙都愿意帮。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还是真不挑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看来朱小姐挑男人的眼光还真是不怎么样。李寻，你差不多得了。他追你还是你追他呀？我说你差不多得了，你该不会是在吃醋吧？你怎么还那么自恋啊？你画画的跟你表过白了吗？ 不会又什么自己自作多情吧？你用不着这么阴阳怪气的侮辱别人吧？我就算跟他在一起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欠你的吗？我是喜欢过你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去街上随便问问谁，还记得自己18岁爱过的人？哟，你大一的时候就爱上我了，可惜那会儿我对你根本就没感觉。你接着装。 我只记得有人就爱坐在我身边，从上课开始盯我，一直盯到下课。我课上随便画的流程图，一样宝贝一样捡走。你告诉我那是谁？我还记得，有人为了认识我，在食堂故意偷吃我的饭。程序课总是最后一个走，就是为了看我上级作业。还花几百块钱做头发。 来跟我表白，生怕我被人给抢走了。最可笑的就是，有人最爱说这些幼稚的话。你选我吧，我绝不背叛你。 说，有点过了。大老爷们儿发什么旧账啊？不是你今天这话真够分，那不错，人姑娘，你也不想想，就你这条件，不是人家天天保着你，你连工作都找不着，还能在这儿看书，那活不都人家干的吗？就这些都不说，就人家买那一块显卡，够我们一月工资了，还真是。
要谁送我一块泰坦，我直接挂脑子的事。你们都别再废话了，闭嘴干活。哎呀，要是把他气走了，可就完蛋了。我知道他信任我，太信任我了。我随随便便一句话、一个动作，就能给他成倍的伤害。所以你是故意的？我太知道怎么刺痛他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他在一点点回去，我不能给他更多希望了。你是不想给他希望，还是不想给你自己希望？把过去贬得一文不值，这样你就舒服了？还是失控成这样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还喜欢他吗？不。回忆说谎，希望。那就做普通的同事呗。哎，你说真是奇了怪，你既然不喜欢人家，还管他跟那个画家怎么怎么着的，有你那么作妖的吗？哎，这方面我对你真的是无话可说。你说他拼死拼活的帮你忙，还要被你骂，那就怎么做你才满意呢？人机说的对。我在某个地方，我就是个不在乎任何人的混蛋。